鲜花城中呗。啊，你要是年前躺，大伙儿非得想起朝鲜某领导人来。不良心话，您是有点像，还没戴墨镜。你说人也奇怪哈，啊，谁跟谁长得就挺像，有时候竟然，你长得跟我们家谁谁谁哪亲戚似的，啊，哎，你像我们同学，竟这样，不新鲜，尤其亚洲人很相似，好多人说像金同志，并不是对死者的不尊敬，没有，还有人说我，哎呀，郭德纲长得跟金日成似的，没人说，就死了还占便宜呢，你这。今天我们爷儿俩能够这玩意儿很开心，很开心啊！刚才高峰和罗云平表演一段叫《口吐莲花》，传统相声，是一个传统节目，包括这个打脑袋，嗯，这是个技术手段。对，曾几何时，有很多同行对这个认为应该批判。哦，哎呀，在舞台上打脑袋，这是一个多么残酷的现象！啊，这都咱不是完什么高人说的吧？嗯，是吧？但其实大可不必。你说你看个电影，咣一炮轰了好几千人，你还不真逼真？舞台上这都是假的，又包括我们这个扇子根本就它根本不疼，它是经过处理的，经过处理有声音，对，都是拿火烤过，声音。打一天我都不累啊！我累，受得了受不了。上了台表演的节目，这是人物。对，他表演的是那个财迷疯了，非要跟人学东西啊，为了挣钱吗？是我们可以说这是为了鼓励大家啊，自食其力，不要占便宜，这么一种精神啊，还是有教育意义。你这么说，这个节目马上起死回生。当然了，也有人说这看不下眼去哦，所以我们这个节目其实我们我很少演这个口吐莲花哦，因为我把它改了，是吗？是吧？抛弃了这些个扇子这类东西哦，我换成铜棍子。哎呀，哇，咱俩千万别演这些了，或者大铁棍子你喜欢吗？那找铜主任去，真快啊，真快，好像刚封箱就开了箱了，没几天，箱子也不够折腾的。这是农历壬辰年，对啊，想要孩子的你们要努力了。哎，这都挨着吧，今年适合壬辰。这都不是一个意思，新年新气象。那倒是，希望大家笑口常开，有个好身体。好，希望于老师健康快乐。谢谢，保持您的三大爱好。你就别提这三大爱好，希望我也能够学有所成哦，完成我的目标。好啊，因为我除了说相声之外，嗯，我还有我的业余爱好。哦，您也有其他爱好？这个只能说是一个不成熟的小建议。哦，啊，我有个想法，您说说。这个，别，您想，大伙儿呢，我也没跟别人说过啊。我这人也是知己不多，我就仨朋友。是吗？一个普通的，一个文艺的，一个你。我今天准备告诉你，别告诉我了，这个。我听这话怎么那么别扭啊？啊，这是实话实说啊，这是我多年来一个梦想啊。我现在非常迷恋科学。什么叫迷恋科学？就是我非常希望通过我自身的努力啊，做一些跟科研有关系的事情。那是好事儿。譬如说，我、哦、这还真像。哇，我跟你讲，譬如会写这俩字吗？啊，会写。哎，你会说吗？不会。那、啊、你个慢慢有机会教你啊。您说，这个打个比方说啊，我现在对穿越我是非常的感兴趣。嚯，您还研究的挺高端，穿越。研究了十几年了。哦。只不过最近这两年，电视剧借鉴了我的手法。借鉴您的手法，包括一些小说，啊、穿越小说。嗯。人生活在现代，是突然间出点什么事儿，裤衩就穿越了，这是穿了，这是，哎，这不是穿了，穿越吗？穿越，我都没听说过穿越，穿越，穿越，您研究十几年了，您身体够好的，这老着凉，这咱说正事儿行不行？穿越，穿越，穿越，对，怎么穿越？它就是保持一个同步的空间，
哦，这两个空间它要保持一个平行的状态，是，只要位置方方面面都合适，那么你肯定就能够很顺利的，还是穿了，你知道吗？哎，说这么就能穿越过去，好多小说都有，好多电视剧都有，你看过没看？我还真没看。你家有电视没有？我们家有电视，老演这个。你还经常买点盘盗版盘看看，净这个。您这科学成果都盗版盘里研究出来啊？能力大小不问正版盗版。哦，我研究了。啊，我有时候吃饭的时候我都磨着，是拿着那碗，我是不是能穿越呀、啊？穿碗，我是不是能穿越啊？哦，啊，一块的朋友还帮助我啊，走你！哎，结果呢？其实要吃的米饭也没事，但是炸酱面，好家伙！你说我能不能穿越、啊？哎，要穿越到唐国庄的女朋友那儿去看，我嫂子。别提这个，没成功。嗯，拿汽水瓶子我也是。哦，我能穿越吗？这里头太小，那眼儿是进不去。嗯啊，看着马桶我也是，这大，我能穿越吗？回答我，回答我。哎，好家伙！越看越恶心，你这玩意儿。后来我想起来啊，人家电视剧里边穿越，它是有先决条件的。什么先决条件？比如说，嗯，被害，还要被害。半夜走街上，谁过来，咔来一刀，哎呦，当时苦叉，穿越了。哎，这可以试一试。您试一试。哎，这要您被害过去，穿越再回不来，您可要了命了。这我倒也考虑过啊，我倒不是这么想。嗯，万一夸给我一刀，我穿越过去了，是我那边待着时间长点。嗯，当我穿越回来的时候，你们把我装在盒里边了，我要噔噔噔一敲，你们会害怕吗？我们就能吓死了这个。关键是一开开这盒，能迷你们眼。您这太缺德了，这啊啊，试试吧。嗯，夜半三更，还真是走到街头。嗯，谁杀我？朋友们好，谁来杀我？光天化日，朗朗乾坤，怎么连个坏人都没有？还找坏人呢？这，哎，前面有一姑娘。哦，她不是坏人吗？我跟着她，走着走着，姑娘一回头，好像她发现了什么。那就是看见你了呗。走得特别快啊！哦，吓我一跳。她走得快，我也赶紧快走，追她呀。他一块跑起来了啊！他跑，我也跑。是，他那啊，我跟着啊，到前面拐弯，人家进楼道了啊！我累得跟什么似的。是，结果我也没发现有什么东西追我们。那是人家拿你当坏人了，知道吗？没成功啊！没成功，接着再研究。我发现车祸是个好办法，还是死。哈哈，一撞上，哭嚓。老哭嚓哭嚓的，这就形容嘛，这一穿越，当哭嚓，我穿越过去，哎，当，越来身体越不行了，就是形容嘛，这个，哎呀，行了行了，啊，不是，您就说穿越就行。上马路，站在街上来车啊，你撞我，这不你撞我，找死呢吗？这他奔我来了啊，我要穿越，当，真撞，再睁眼在医院里。可不是在医院呢吗？躺着床上，墙也是白的，单子也是白的。哦，这挂着输液的瓶子，好家伙，旁边摆一小桌子，啊，几瓶水，哦，有一个盘子装的葡萄干，干果。我妈坐在这边，嗯，你可醒过来了？你瞧这事儿，哦，没事，妈您放心。嗯，不要紧，这不练穿越吗？是不是？魔怔吗？哎呀，谁给我买的葡萄干？我最不爱吃葡萄干了。哦，买的是葡萄啊！你都昏了一年多了。嚯，撞得真不轻，这下。出院之后，我都觉得很难过。哎，能出来就不错。哎呀。穿越没成功，给家里惹这么大祸，还得想活着还有什么意思啊？嗯，死你摸电门，哟，拿手一摸电门，啪，死了，苦叉，真穿越了这回，万没想到成功了。嚯，列位啊，记住我今天的金玉良言，怎么着？只要想穿越，就去摸电门。哎，这你呀、啊。我教给他们大的啊，因为我真成功了。那也没人学这玩意儿。眼前一片白光，哦，再睁
开眼，我坐在一个花园里边，面前摆着八仙桌子，四干四鲜四蜜饯四碗荤三个天碗四点心，真讲究，满汉全席。嚯，两旁边丫鬟才女无计其数。你瞧，我这顶戴花翎，三绺胡子，这挂着朝珠，当官儿了。呵，太有身份了啊！看着两边是啊，我说我是谁呀、啊？还先问，旁边的美女乐要。您怎么把自己都忘了？就说是您是何大人呢？何大人，嘿嘿，谁呀、啊？和珅，嚯，清朝位极人臣的身份，这是大官，满洲正红旗，牛不鲁氏，对，和珅和世龙，哎，乾隆皇帝的亲家，哎，那是军机大臣领班的要臣，最有身份了，嗯，一等忠贤公啊，是。位极人臣，我说你们都听话。好啊，今天我刚刚来啊。什么叫刚刚来呀、啊？不是大人，您说什么？对，闭嘴啊！别说话，咱们一块儿吃个饭啊。菜上齐了吗？嗯，是大人，菜早上齐了，您吃吧。嗯、等会儿啊，等我拍完了发个微博，咱们再吃。嗨、哎，您这谁听得懂呢？他们也不明白啊。啊，我说你们都听话，我宠爱我的了。那是。哟，大人您忘了，乾隆爷驾崩了。什么时候的事情啊？正月初三哦，今天正月十八，我可看过历史啊。正月十八是和珅去世的日子，死的那天，我穿越过来是他最后一天。那你也享受？哎，我这正说着呢啊，来了一帮太监哦啊，拿着一个白色的名字，对对对，何大人啊，皇上让您升天，死白。看过历史的都知道啊，和珅最后正月十八上吊勒死的，是啊，脱过白绫子来，我眼泪都下来了啊，但是我要有我最后的尊严。我还尊严？打倒日本帝国主义，什么乱七八糟，您这不挨着知道啊，您这两码事，您差远了。我怎么看这电影里边英雄最后都这儿喊一句，那是那不是那年代、啊、我喊完了太监都傻了啊、哦、明白说的怎么哎呀，我说这个咱们商量点事儿，我位极人臣啊啊，所以我今天要死的话你们得对我好一些。那首先说我这个棺材我得要顶配。什么叫顶配？带天窗，真皮座椅，自动挡，坐汽车里死的，这啊，你们研究研究吧啊，我先散散步溜溜，太监们一块商量啊，咱也知道我跑不了啊，我末头就走。跑得了吗？一转身有一影背墙咣撞着，嗨，没瞧见，眼前一黑啊，哭嚓我就回来了。我还以为撞穿了呢，怎么能这要是大雨是这也不是这个，反正就回来了，回来了，一撞就回来了。哦、啊、穿越感情很简单，摸电门就走啊，撞墙就回来，想他摸着规律了。列位记住我这个秘诀啊，而且这一次我就有了经验教训了。怎么不能穿越到古代？对，他没有电门啊。对，你要想那么回来不容易，非得撞一头破血流，哎，老得撞着。可以穿越到民国，哎，那儿就有电了，对吧？对，一摸电门，嚓，呼嚓，又去了。再一睁眼，哪儿？坐在火车上，啊，有火车，窗外边蒙蒙亮，火车，咕嚓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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多少人都穿越了，这是火车的声音吗？呜，大家都听注意，什么乱七八糟？咕嚓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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跟穿越都是一身儿，哎，穿了一身大元帅衣，这又是官，留着胡子，拄着我这刀。几点钟了？东北口音，出了一句东北话啊！旁边有副官，报告大帅，早晨五点多钟了。哦，我是谁啊？还是问您，大帅张作霖。嚯，哪一毛呀、啊？没想太好了啊！那东三省都是我的，可不是吗？还好，到哪儿了？报告大帅，嗯，黄姑屯、哎哦，没来得及反应了都。日本人埋的炸药，那是啊。黄姑屯把我给端飞了。哎，对，没来得及哭嚓，临死我还得喊呢。啊，打倒日本帝国主义！哎呀，您喊这个倒对了。回来之后一琢磨，啊，感情死了也能回来，撞墙也能回来。哎，这俩方法，回来是回来了，啊、我这穿越这梦没有实现。没再穿越，我很希望能回到中国的古代。哦，我要成一个真正的英雄。
古代的英雄，一摸电门，当哭嚓就走了。这回呢，坐在马上，威风凛凛，手里端着枪。哦，哼，大英雄身后站着都是我的兵啊。是啊，大旗子扑啦啦，行书就卷。哦，呵，心里面高兴，没了。哎呀，我说咱这是哪儿啊？回禀将军，东岭关。一个官，哎，东岭关是啊，我是谁呀？嗯，这您怎么连您自个儿都忘了？对呀、啊，您是守将，卞喜，卞将军，卞喜，东岭关，记住。嗯，对面敌人可就来了，说打仗，坐在马上拿着青龙偃月刀，嚯、哦，大红脸，五柳长髯，这是关羽关云长，碰上关公了，呵，到我跟前了啊，我还没说话，人把刀举起来，好、哦。宰了！当时我眼前一黑呀、啊！啊，哭啊！这个好嘛！再一睁眼，怎么样？到了洛阳呀，洛阳城城门以外，嗯，坐在马上，还是将军。旁边还有一人，这是你叫什么？先问他，你不认识我呀？嗯，我叫孟坦。哦，你叫韩福。哦，韩福，韩福，你叫孟坦。嗯，咱们等谁？等关公吗？嗯。怎么还等关公啊？正说着来了啊，大红脸，五柳长髯，拎着刀，好家伙，到跟前，哎呦，我要穿越，还穿越，再一睁眼啊，哟、我是孟坦了，哎，穿越到这边来了，旁边这脑袋下去了，哎呦，那也是我啊，这别跟人说这个了，关公没理这个。哎、一道白光，哭嚓！也别哭嚓了，死好几回了，怎么了？再睁眼到汜水关，汜水关，汜水关守将叫孔秀，对，坐在马上端刀，还是你？对过来一大红脸，又来了，五绺胡子拿着刀，好家伙！哎呀，过五关斩六将，全让你赶上了，我已经占了三个名额了，嘿嘿嘿，就说是这是第四回啊。说了话就到跟前了啊！我说咱们能商量点事儿吗？商量商量。去你的！哎呀，好，什么都没商量出来。人头要落地，我喊了最后这个愿望。您喊？我要当关公！哎呀，嘘，不差。怎么样？坐在马上，哦、我是那大红脸，五柳长髯，成功，青龙偃月刀。哦，抬头一看，城门上写着，写着麦城。嗯没去对地方也不成，我这个命怎么这么惨呢、啊？全名额，哎呀，往前走吧！啊，头里大坑，我知道啊。关公倒霉倒霉这坑里边了，就是摔在这儿了。啊，我万一能穿过去，是不是历史就可以重新改写？是真敢想，啪啪啪打了三下马，马一窜过去了，腾就掉里边来。好，还是掉里头，掉坑里边喊一句话啊！打到这么地方来，摔死都不多，知道吗？哎。死之前我许了个愿啊，我能不能穿越成一个让我有点身份的人？身份？我希望做一个八零后、哦、一个天才、啊、一个学贯中西会好几门外语的人、哦、会开车会打仗，是一个神一样的人。真是有大批的人疯狂崇拜我、哦、很多成年人做不到的事我十几岁就做到。哎呦，我会成功的。哭嚓，这回金正恩有小跟头就哎，这话死了都值。你想我再穿越成啊，今日成的天儿，不是真成功了？成功是成功，但是第一啊啊，我就会说一句死没胆。嗨，我估计他们得造我的反啊。第二来说呢，老吃辣白菜，我可受不了了。哎，这海鲜素。但是这一下给我提醒了啊，我要做一个外国元首。一个有身份的人啊啊，到我没有去过的地方啊，王传日，晃一撞墙，蹭一下子，怎么样？哼，往这一站，我这个精神，黑皮鞋、小料裤子、白衬衣、黑西装，嘿啊，英姿飒爽啊，两边有人搀着，那就有份了，扶着我走到一个有绳套的地方，这是我一摸这胡子，萨达姆，嚯！摸胡子还出，我这刚一摸胡子，这套好了，啊、一顿咣叽给我弄这儿了，死了。眼前一黑，啊、再一睁眼，是，我躺在一个榻榻米上，
盖着白单子，脑袋缠着布，长胡子，卧口眼，正躺着呢，哗，门开了，进来一帮美国人，端着枪，拉登，嘿，拉登了，嘟嘟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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还是没跑不了，把我打死了，打死我不要紧，我很自豪，怎么呢？你想这拉登多了不起啊啊！美国人打了整整十年，对，动用了数万亿美元的军用经费啊，数千名士兵丧生，真是全世界顶级的这些个科技所产品啊，最后找着这人在自个儿家里边，哎呀，白费劲吧，这死也值了啊！那倒是，死之前我喊出了最后一个愿望，都说说，大难不死，必有下回，活该嘛，这不是。必有下回。在空中穿梭的时候，听到一个声音问我：“啊、快说，向左还是向右？”方向不是向左呢？卡扎菲，卡扎菲，向右，支撑好。我说向上，上帝。哎，这就活不了了，回不来了啊！我说不行，我得回到中国。是，我吃饭我也不习惯。我当一个中国真正的英雄，一个英俊的一个小白脸大英雄。嗯嗯嗯。再一睁眼，坐在白龙马上，端着枪，又是。银盔银甲，嘿，长得别提多好看了。这回是两军阵前杀敌无数哦，所有士兵都围到我身边啊！花木兰万岁！女的呢？您这不是穿越，您这是变性去了，上去。成功是成功了，但是好像不是特别方便。啊、太不方便了，这可怎么好呢？这是啊啊！不行，我还得穿越啊！可话又说回来了，我还没当过女的呢。啊，这还上瘾了，是不是可以试一试你啊？哦哦，许个愿吧，啊，我要成一个美女，也成，哭嚓，成了吗？再一睁眼，坐在镜子这儿，描眉画鬓，真是长得要多好看有多好看，那就是成了倾国倾城的大美女，多好，会有很多人宠爱我，这是多么开心的事情！没错，正高兴呢，啊，门帘一挑，进了一人，谁呀？大高个，攥着刀，好，嫂嫂，武松有话说，好家伙！这就要宰！哎呀，我这个命怎么这么不好啊？就说是点儿太衰了啊，太背了。我攥着这口刀，我说告诉你，我死之前有一最大的愿望 啊。虽然说身为女的了，日后我也要当一个女皇上。皇上，一刀下来，鲜血喷出来，啪！再一睁眼，怎么样？我坐在太和殿上。哇，就是故宫啊，那是呵，眼前挂着帘子，帘子头里边坐一小皇上，跟着坐着，哦，能想着我是西太后，一点不假，嘿啊，回头旁边站着李莲英，嘿，大太监李莲英，是是是，于谦，哎，不是，这我呀是的，于谦也穿越了啊，嘿，你想到啊，嚯，我在这儿碰见他了，啊、来人呐，怎么着，把他拉出去给我杀了。我招你惹你了？于谦死之前喊了句话呀，喊什么了？打大日本帝国主义！我也是。谢谢大伙儿，给我们这么抬爱，是没有什么好的节目啊，水平也很低呀、啊，是，也就是于老师能耐还大一些。哎呦呵，那可不敢，我就是相声界的一个小学生，都一样，离这毕业还很早呢。哦，跟人家比不了。我著名相声演员，不敢当，家喻户晓，妇孺皆知，过了哪有不认识他的？哎，哎，你叫什么来着？这儿就站一不认识我的，叫什么来着？于谦。对，啊，于谦。嗯，谁不知道你呀、啊？嗨，著名演员。嗯，演戏、拍广告，都演过点，都干。嗯，是啊。嗯，最近接大活。嗯，马上成为三丰的形象代言人了。这活不怎么样。北京城大小三丰的都有你相片。嗨。管什么呀，提你两块钱就能送，没我这一块钱就走。是啊啊，这都是民脂民膏啊。好嘛，太好了啊，能够见到于老师我很兴奋哦，尤其于先生最近身体不好，带病参加演出，还有点小病，是不是这次病太厉害了啊，都破了相了。我啊，怎么破？病太厉害了。什么病？痔疮。对，能破相啊，不完整了。哪儿啊，别比划了，
别比划了就。向于老师学习啊，向于老师探讨啊，你们别客气，向您学啊，别客气。说相声的我们都是同行啊，各有一样，分出三六九等。怎么分呢？有大师哦，有艺术家是，有著名演员，哎，有普通演员，对，有学员哦，刚学。这里边为什么分出这么多的档次来呢？是啊，那就是对艺术的理解问题，哦，程度问题。说相声不容易，嗯，是世上最简单也是最复杂的艺术形式，反正是有难度，有嘴就能说。说话谁不会呢？能说话就行。哎，可怎么说是个学问。好，说的好坏，我很佩服我们的老前辈。嗯，站在街上说，哦，你站在街上听，几句话把你口袋里的钱说到我口袋里，这不容易。能耐小了行吗？对对对，咱们这方面做不到。是，你看剧场里边我还行，给我搁在街上未必行。哦，在街上不行。这点于氏父子。跟我爸都站街上说呀，未必说。我跟你父亲啊，啊，只要一上街，无论谁口袋钱，都能上他口袋去。这不是叫小偷吗？这不是？不是，就说能耐呀，能耐呀。这什么能耐呀？这是得学啊！啊，说相声四门功课，哎，说学逗唱，这是我们学的，每一门弄好了都不容易。对，就拿这说来说，嗯、啊，这嘴里边得干净。是。咬舌头，啊，见舌，哦，解语，啊，都干不了这行，这都嘴里的毛病。打小先被灌口，哎，对，倒彩泥儿啊，发扇屏啊，这些个，哎，一大套，当当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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百八十句，是一个字儿都不能贪污了，还得清楚啊，哪怕您坐在剧场的地下室啊，你也得听得见。有坐地下室听相声的，电工啊，哎嗨。行行，甭说他了，那就都得听得见啊！高彩明往这一站啊，啊，不能打喷儿、哦，睡着了背也得连得上，那就习惯了。蒸羊羔，蒸熊掌，蒸鹿眼，烧花鸭，烧雏鸡，不能忘。哎，蒸羊羔，蒸熊掌，蒸鹿眼，烧花鸭，鱼香鸡丝。急吧，这个咱就不能乱了，知道吗？对，您下功夫去，下功夫，哎，啊，不下功夫不行。是，还有这个学，学最难。怎么？我认为学不容易哦，因为学要超越自己的本身，哎，刻画人物，是不是？嗯，学是模仿，是有唱，有说，嗯，有表演，对，各种的古曲戏曲你得学吧？得学。外省人说话各地方言你得学吧？更得学了。表演你得学吧？是是是，这最难。哦，学个大姑娘，嗯，学个老太太，嗯，学个小孩儿，哎，对啊，学个聋哑人，哦，都得学啊，这都是我们学习的。聋哑人这是没有办法，怎么啊？这是生理上一种现象，疾病，有天生的，有后期的。对，我们不能够嘲笑人家，哎，不能讽刺。我们模仿只是模仿这种现象，哎，并没有看不起人家，不存在这意思，拿人找乐，这个没有。是是是，也得学，也观察。放自己身上怎么模仿？对，这个最难的。哦，这有难度。今天这样啊，跟于老师碰到一块不容易啊。咱俩人切磋一下，怎么切磋？咱们模仿一下聋哑人怎么样？哦，学这个聋哑人。哎，聋子说话因为听错了净打岔。哎，好好好，多好这个。哎，这有意思，好不好？咱学一回，咱俩来一回这个。来来来，大街上俩人碰见聊会儿天，对，越说越热闹，越说越乱。好。要学的话，我让你个便宜。怎么便宜？我是你二大爷。好，这我就吃亏了。这个不是，它是有剧情的。哦，什么情节？街坊拎着这么一个二大爷。哦，你要不喊他，他可挑理。哦、那就喊。你喊他，他还未必听得见。哎呦，那我还得喊呢。嗯，有意思。啊，一个老大爷，耳朵一阵好一阵坏。哦，要说这会儿耳朵好，嗯、啊。在这个清楚的时候，哦，那行，什么都听得见，哦，全行。哎，要说耳朵这会儿糊涂着呢，啊，那完了，什么都听乱了。嚯，你打那边来，我打这边来，哦，我是这老大爷，好，咱俩人来一回，哎，碰见了，好不好？来来来，你那边我这边，学一回这个，这有意思。
出去过过佛。哎，转转吧。哎呦，小我呢。哎，岁数都不小了，是怎么着？谁都有老那天。哎，可不是吗？嗯，出来转转吧。洋装虽然穿在身，这怎么回事？祖国也多年未亲近，老华侨，万里长城永拔刀，千里黄河水滔滔，嗓子还不错。我是一张弓啊，燃是一棵松，这可没唱出来。上哪儿去你？哎呦，这人哪儿去了？干嘛呀？把狗搁这儿不怕丢了？不像话！这不就是人吗？您瞧瞧，仔细看看。老了，哎，给眼呐，不给指纹，看不真着了。仔细，真是狗啊！哎，还没瞧清楚啊！再看看，啊，谢谢，就甭老咳嗽了，仔细瞧瞧。哎呀，你小子是你呀、啊？是我，大黑呀、啊，还是狗啊？什么这个名字呀、啊？这是，我有日子没瞧见你了。您看看我又胖了，可不是吗？喂得足啊！咱说点正经的行不行啊？看见你我痛快，高兴吗？我心里高兴啊！哎，是是是，好小子，上哪儿去您？啊？哎，您上哪儿啊？哎，说话说话，我这不是说话呢吗？您上哪儿去呀？什么？你怎么干张嘴不出音儿 啊？我呀，我这不是，您上哪儿去呀？呵，你这是要急死我呀？哎呦，你这累死我呀！要了亲命了！哎呦，二大爷啊！这句你怎么听见了？耳朵一阵儿一阵儿的。好嘛，趁这阵儿听得见，赶紧问您上哪儿啊？什么？又过去了。听得见呐，人老了啊，人老了哦，身子骨耳朵眼睛都不成了，就是岁数大了，瞧见你我痛快呀、啊、哦，想当初我跟你爸爸相好啊、哦、有交情，我跟你爸爸那关系好啊。是啊，我你爸爸、啊、嗯，我这爸爸我你爸爸你和我爸爸、啊、说清楚了。好啊，好就完了吗？好、哦、嗯，你爸爸你妈妈结婚，嗯，我得搬的。哦，您帮忙活的？这说也没用啊。怎么了？你哪知道去？我不知道。那会儿你刚上高中，糊涂了啊！糊涂。那时候还没我呢。你爸爸忙忙啊，眼前被你拽给我，您带着我，我给看。看着，哎呦，好嘛，您看着我，一把屎一把尿把你喂大的，您拿我当屎个浪了是吧？我长这么壮了，哎呦呵，好小子，嗯，我想你爸爸了。您多长时间没见着我爸爸了？多长时间没见着我儿子了？谁问你了？别提。怎么了？不想好。哦，吃喝嫖赌不着家。回来了。哎呦呵，您这您呐别着急啊、哦、哪天我给找找。跟你学的没有这缺德玩意儿啊？不是，都五年了，嘿，你可缺了得了。我您听不见吗？
你是坏蛋呐！你才是坏蛋呢！谁？你坏蛋呐！您听不清啊！这里还有李菁呢？没有，那大眼刘菁子也学这个了。哎呦，您这不急死人吗？还有王文林呐，这么大年纪也学这个？对，带着他省着带灯了。您这不瞎抬杠吗？还有徐德亮呢，那是我亲儿子。嘿。我说您是听不见，上法院啊？上法院干嘛去？我告谁呀？告贼呀？丢东西了，哪儿跟哪儿啊？丢铁裤衩了啊？你预备那个干嘛呀？您说的不对啊！啊，穿着挺受罪啊！哼，丢就丢了吧。我说您这不是诚心较劲？你扒着张文顺呢？还是？我说他闹肚子呢，冻的是怎么？还给他去吧啊！嘿，老王八，你爸爸。不对，不是那位，哪位啊？就这么一位，二大爷啊！你去活去，不学了啊！像话吗？这来回来去就这么一句，咱小嘛，是吧？什么呀？小一龙老头很灰气，小嘛，这点玩笑都搁我身上了，可爱来这个啊！咱们学回哑巴说话，哑巴说话，哎，哑巴这嘴不能说，手能说，哦，比划比划动作，哎，这也好，这好吗？可以可以，咱们这样 啊，我来学这哑巴，好，走到街上碰见你了，咱俩是从小的发小，哦，有剧情，一块长起来的，好，一见面特别的高兴，俩人聊会儿天，大伙儿一瞧这热闹啊，哎，好玩好玩，你打那边来，我打这边来，好，再学一回，哑巴有特点，怎么讲？三块。怎么叫三块啊？眼睛快，脑子快，反应快。哦，还有三直，哪三直？心直、眼直、腿直，这都是哑巴的特点。愣，哦，还愣，一走道儿都愣。啊啊，好直好来，来吧，来来来，你这边我这边，来学一回，看这腿多愣呀。哦，还愣，嗯，来来来来，来一回。都是哑巴，是半身不遂呀，你说。腿直吗？直，这是直吗？这过道吗？走道不两种吗？两哪两种？一种就是走来走去这种，一种是啊这种啊。哪有啊？啊，没有没有，咱学的就是哑巴，学的就是这个哑巴，哑巴走道啊。哎哎哎，反正得比这得快啊，得推慢，走到街上多慢，快是得快啊，得快点走。哎，对，行了，再来，你这边我这边啊，好好好，来。回头就看见我，那图什么许的呢？吓我一跳，你这人！你从那边来，来来来来，我这一开脑门就傻吧，那就开始了。好嘞，杨威，哎哎，大爷说话吗？这个，这怎么回事？有走着街这么喊的吗？不能叫，不能叫，我哪能叫我呀？哦，还不能叫，外行这个是啊，来来来，你能不能叫？说话啊！你不能这样，俩哑巴怎么聊天的吗？那怎么办？你得有一个明白的呀。哦，我不哑巴，你得给我翻译呀、啊，我解释。对呀、啊，咱们再来来来，好嘛，真费劲这点。这不小哑巴，哎啊！那咱们是小时候哎打小就好一块长起来的没错这您没听明白啊我可知道他说呀我们俩是从小一块长起来分开眼不见五六年了不对了来、记错了哎、八年了、八年了、是、没错
现在瘦了。嗯啊，对，我是瘦了。啊，小时候，对，我小时候就是更胖。嗯，对，没有没有，狗熊啊似的，这胖就完了吗？嗯啊，现在是瘦点了。嗯啊嗯，嗨，这一工作呀啊，哎，这走南闯北，累。
哦，络腮胡子，哦哦，长，没那么长，哪那么长啊？大肚子，揉着铁球，倒手，封城，吞铁球的。脏啊这个！哎，您说柔球这个，我爸爸啊，我说咱别答应行吗？哎啊，你说我爸爸？嗨，您别看身体好啊，哎，死了啊！我爸爸死了。哎呦，那没用。啊，这还行。是不是挺快啊？怎么了？怎么了？后边、啊、有一嘴儿，带着耳钳子，这么大啊，这么走道儿。您问我妈，哎，这个也死了，啊，我妈也死了。死了，怎么了？我比我矮，留着长头发，跟我挺好。您问我媳妇儿，在家呢，睡觉呢，在家睡觉。干嘛？谢谢啊，这大伙儿破费了，给我一个人送这么多的礼物，你给的这是有零钱呢、这是什么意思？这个钱财如粪土，别哪儿您就收起来了。仁义值千金啊！哟、真了不起啊！是，以五大洲60个国家的钱币，预祝德云社全体巡演票房长虹。哎，谢谢、啊。60个国家的钱币，这是我和于老师我们两个人共同拥有的。先搁在这儿，到后台再分享啊。刚才是高峰，看你就别动啊。您就别惦记这个了，高峰和栾云平是说的，这叫18愁绕口令，哎，不容易，嗯，当当当当当当的，嗯，说句良心话，都是从小学的，见功夫，这个东西来不得半点虚假，就得练啊，尤其我们这个凭能耐吃饭的普通民间艺人，嗯，不容易，我们和体制内的专业演员们没法比，是啊，哎，你别这样。我都学好了，现在不惹别人了，是吧？说到这儿乐着呢，没有，很开心。啊，这个其实说了两句话，我们很清楚到认识自己，就是普普通通的民间艺人，没错，凭能力吃饭，拿着钱养家糊口，上有老下有小，哎，就是这么简单，跟您各位都一样。哦，有我们的喜怒哀乐，都是人，一天到晚的跟老百姓过日子一模一样，就是，并不是说站在舞台上这帮人就如何如何了，没有，不是，我们有喜怒哀乐，嗯，我们也有自己的婚丧嫁娶，哦，朋友来往都是如此，交朋友，哎呦，就这一年光随份子随多少钱？随份子能随多少钱？你谁家没个红白喜事啊？对呀、今年你算啊，今年
萨达姆去世5周年，我随了个200。哦，不小，一道远就别去了，去了来回车钱更不够啊，来闲见人不见啊。本拉登随了400，这就翻一倍啊。卡扎菲800，嚯、哦，本来说到年底差不多了吧？啊、金正日又没了，嗨、哎，来就来。随了个4000，嚯、哦，这怎么那么些？他们说这个人跟德云社有关系。是不是司机长？哎，是我呀、啊、您别看我没关系。有关系怕什么的了啊？关系怕什么的了？大伙儿都说是不是有点像、啊、我还没戴墨镜呢我。好多人都开玩笑、嗯、说于谦老师有点长得像金正日同志啊，这开玩笑，对，也并不是说对死者的不尊重，那长得像的人很都很正常，就是还有人说我呢，说您说我像金日成啊，谁说的，我陪着你，人家别陪我，您离我远一会儿的，一说一乐的事儿，可不是这个事情也不必上纲上线啊。但是由此让我非常的感慨，怎么全刀未中到头来无非是一缕青烟，早晚得死，广厦万间卧眠七尺，对，你趁着金银千千万，临死两手攥空拳，真是你有衣服1000百件，没见你每日天天的穿呢，对，活的时候争名夺利，到死了就是盒里那一把白灰，对，所以说活着的时候保持一个好的心态、嗯、不要争名夺利，尽量的让自己活得舒坦一些，这是重要，没事锻炼锻炼身体，练练与人为善，嗯，我觉得这是最好的心态调整，是不是，嗯，这方面于老师值得我学习，我又值得您学习，你看看，嗯，耳目宽心地宽，哎，谢谢您的评论，真的，人家的生活包括他日常的生活三个字，嗯，啊，快快快，三个字儿吗？这，这怎么不是三个字儿啊？不，这一个字儿啊！快快快，说三遍！啊，这就三个字儿啊！快快快，怎么快快快？吃得快，睡得快，拉得快！哎嗨，这就不露脸了。列位，别小瞧这三个字啊！长寿之道，怎么您说呢？吃得快，嗯，不管荤素，不挑食，嗯，拿来就吃，哦，营养均衡。哎，这倒是，睡得快，躺下就着啊，没有来回翻的嘛。哦，我们好些同行啊，睡觉来回折腾。嗯，哎呀，郭德纲怎么不死啊？哎嗨，咒人呢，精这个货有的是啊。哦，于老师没有，我不说这，躺下就着，哎，睡得快。第三，嗯，拉得快。这也是好事儿。话虽然脏一些，但是道理是真的。你讲讲，排泄啊，人体代谢循环的快。哦，最起码对您的身体是一个非常好的保障。这说的有理，有时间，有固定的时间啊。没有说便秘了，解出手来，腹泻都没有。对，都没有。早晨8点钟准时排便，好，9点钟准醒。哎。天天如此，好嘛，42年来无一日中断。哎，对，我生下来就植物人似的，挺好，还挺好的，挺好。就反正您身体状况比我强，但是老不动弹啊，动不了，我老躺床上。嗨、啊，后台的孩子们净说我了。嗯，我您看人于大爷、嗯，人家精神状态，你们俩差这几岁，你就不如人家。我说我怎么办？是孩子说您跟我们上健身房去玩去，哎、练练好。我练什么？我没去。您这试一试吗？就这帮孩子，徐云鹏啊，啊，什么这个烧饼啊，啊一大帮人非让我去，去了一回我就吐，真不去，真去过，人是简单跟真事儿锻炼，是孩子们领我来了看，咱不懂啊，就各种机器跟着跑了那个啊，对对对，然后举的哈、啊，哎是练这个，这是哪儿练个肌肉的那个，哎，一人找一个，躺躺嘿，熟练，您也来，我说我来哪个，嗯、啊，说您随便，来烧一个，不过刚开始啊，也跟我们似的，嗯啊，慢慢来，循序渐进，没错，找吧，一进门。有机器，我说来这个吧，来吧，20分钟，嗯，我就吃不消了，至于不至于，我真吃不消了，真的，哎呀，吃不消，是吗？那里边有饼干、巧克力、饮料，哎呀，老一给钱就出东西，给钱就出，我实在吃不了了，哎嗨，这么个吃不消了，你看，这得什么时候是一站的？您找一什么机器啊？这是就自动售货了的，那嗨。
那不是健身器呀、啊。反正现在努力吧，努力的去锻炼健身。那是对啊，孩子也都去锻炼。郭麒麟啊，我儿子郭麒麟现在还天天跑步。那对，练拳击。好，我说你行吗？我试试。哦，我省得让别人打我。嗯，我没事，我还可以打人家。行，我说小孩的想法就是不一样。哦，学完出去打架的，真打呀？那天不就是吗？我儿子郭麒麟回来，脸都青了。哟，那是让人打了，我吓坏了。儿子啊，你说那边哪儿呢？我这老跑不了，合着不是我就形容嘛？啊，我正在家，我正看书呢。哦，回头、哦、儿子、啊、怎么还回头？我儿子回什么头啊？好好好好啊！儿子，你脸上都青了，怎么回事呢？是啊，让人打的我。哦，我说你又那么胖，又近视眼，你跟人打架，眼镜呢？啊，口袋里掏出来了。完好无损，搁兜里。眼镜怎么没事呢？啊，那个我怕把眼镜打坏了，啊，我先戴眼镜看明白了。哦，然后摘下来，凭着记忆打。哎，这叫盲打呀，这啊，给人打的脸都这样了，那没法不挨打。不是你这孩子真不听话啊！你说吧，你以后还这样吗？反正我跟打我那个人打赌了，还赌？我跟他打赌了。哦，哎，三天之内必须给我道歉，是，否则话我杀他全家。哎呦，太狠了！好，我气你啊！我说孩子，这我可得管你。是你才16岁，真是你怎么能赌博呢？你说你这是不应该，这不是赌博的事儿啊！杀人那事儿您不提了，我他妈还没去呢。哎，去了就晚了吗？这不是，反正就得劝你了啊，得劝你了。孩子说，我看那武侠小说、电视剧、电影里边的武侠不都是那样、啊，想杀谁就杀谁吗？对，《水浒传》里武松、鲁智深哪个不是杀人犯？嗨，还都说他们是英雄。我说时代不同了，对。你不能跟当年那么样，那小说那不是演绎。是，哎呦，看完这我心挺难受，不高兴啊！不光不高兴，我替孩子们担忧啊。是，他们把武侠曲解了。哦，侠之大者，为国为民呐、啊。对，不是上街打架，那叫流氓啊。没错，真正的武侠，嗯，那是于谦他父亲那样。终于说到我这儿了。哎呀，我这心里太快了，刚快乐起来的吧？这个好多人不太了解。您说什么？在舞台上多次调侃于老爷子，啊，这其实我内心很内疚，因为于老爷子并不像，当然了，也是在你们的支持下。谁呀、啊？谁支持您呢？那么，到底说老爷子是一做什么工作的？啊，我们今天正式来比一下腰。您说，老爷子是个武术大师。这比前面那好不了哪儿去，我跟您说，他们家世代相传练武术，哦，练武术的，他爸爸18般兵刃，样样精通。您瞧，刀枪剑戟斧钺钩叉，砍棍射棒鞭锏锤抓拐子流星，带尖的，带刺的，带轮的，带刃的，带绒绳的，带锁链的，带倒水钩，带峨眉刺的，嚯，没有不会，全练。尤其最拿手，他爸爸打小练刀。哦，刀，练刀啊，嘿，太厉害了。是因为他祖父当初就是练刀，哦，传的。哎，他祖父在江湖上赫赫扬名，是于东方。哦，东方，哎，哦，得了一本书叫《葵花宝典》，东方不败。我看看，不能学这个，当然学这个疼。哎，实话实说，后来自己苦学啊，哦，终于就一不留神成功了。这一不留神成功了，那不还是练了吗？不是，就反正挺有名，哦，啊，改的名叫于不败。这对，这回名传了，这个瞎传的。他父亲从小各种刀都练过，是吗？单刀、朴刀、鬼头刀、长柄短刃刀，哦，鱼鳞紫金刀、青龙偃月刀、崩头护伞刀、腰刀、吊刀、驴耳刀、曲刀、戟刀、眉尖刀、玉林大刀、行刑刀、河西大刀、山头刀、牙柄腰刀、鳝鱼头刀、脊梁环柄刀、狮子长环刀、龙环柄刀、龙血大环刀，全有，全练。啊，最拿手就是他手里这个什么尖锋背后刃飞薄杀人不见血光好紫微微蓝娃娃霞光万刀锐彩千条象牙筷子加两腿多多穗站着微微这口刀哦削电弯眼刀，嘿，这名字起得好，就这大啊，这个凤哎削电弯眼哦，太厉害了，融合了江湖上三大流派啊，北京、济南、扬州，您听，人家说这叫肉上雕花，是啊。当然跟针灸按摩并称三大国术，哇，那他的刀法呢，说良心话，人家刀法有传授，是吗？最大特点就是不伤皮骨，当时下地行走如飞。哎，
修脚的呀。我说削电弯眼刀呢，我还没明白呢。这武林高手一见你吧，都抬脚啊！哎呀，头顿住，啪啪！哎呀，还是在挖机演的呢，这啪！无论谁挨完刀之后都特别客气，是啊，掏出10块钱来。哎，这不是客气呢。老爷子威震南城青花瓷一带，哎，澡堂子，人称第一刀客。这别起这好名字，老爷子谦虚，不、啊，我可称不了是刀客，就是、啊、一个小学生而已，真棒。这个在于我这个人，人品很孤僻，哦，也不合群，是。以后你们帮我叫于不群就好了。哎，哪有自己给自个儿起这名字的？光学会了刀不知足，是吗？接下来你父亲要耍剑了，怎么那么别扭啊？这宝剑，三尺剑啊，或者说三尺剑六钧弓，嗯、啊，包括念书人都得带着剑。对，哎，三尺剑后边有一半底下甩着那穗儿，是这叫剑穗儿、哦，名词叫剑袍。哦，分文武两种剑。嘿，挂着穗儿的是文剑，嗯，念书人也能带。哦，知道吗？装饰作用，武将那个不带穗儿。哦，以此分文武。嗯，这得拜师学，真学。不是说你爸爸想剑就能剑。哎。哦，还要比他剑呢。来，学着吗？嗯，得找老师，拜师学。江湖中有一位高人。哦，哎，这人是西门吹雪的弟弟，他叫吹灯。哎，要死，专门练这拔蜡剑。哎，练完就准死。我跟你说，什么话？吹灯拔蜡了都？就是练了不那个剑，摆一排那个蜡烛，拿着剑，啪啪啪啪啪，都能给拔下来。这是剑功夫，那太厉害了啊！而且还不能伤了蜡。是，剑前有尖，怎么拔？那怎么办？剑头里有俩铁钩。哦，哎，啪啪啪。平时没事背个筐拿着上街啊，砍粪去了吗？这不是还拿一筐上街，跟着高人学长知识。哦，长知识。哎，这天夜里边出事儿了。出什么事儿？武林中人最喜欢就是找高手比试。那是西门吹灯的仇人来，是夜半三更要跟他比试。哦，老头一点都不怕。那是跟你父亲仗院啊，攥着剑，有架杀我的精神呢、啊。嘿，刘大院墙外，砰！哦，翻跟头翻起一个来啊！西门老师乐了，哼，来呀、啊，嗯，拿过我的红裤子来，干嘛换红裤子？别弄上血，真放肆！大家伙，嗯，这家伙砰砰砰，进来100多人。哎呦，西门看啊，拿我的黄裤子来。这是怕见上屎啊，吓穿了是吧？怎么肮脏？废话了，换黄裤子了。转着剑啊啊！来了，里面有一头哦，江湖外号叫吸血鬼，这名字吸血狂人太狠了。你拿着刀啊，比如你扎他，嘡一扎他，怎么着？嘡一张嘴咬着你的刀，哎呦，紧跟一使劲，刀里面做出血来。多厉害、啊！来块砖，咔咬着这砖 啊！一使劲，这砖里边钻出血来。哎呦！后来才知道怎么着，还有严重的牙龈炎。哎呀！自个儿的血呀，多恐怖！哎，这补身体这倒是啊。打吗？还打呢？打起来到最后啊，西门老师看出破绽来啊，噗，扎过来，扎嗓子眼了。哎呀！这吸血狂人顺着嘴。那是牙掉了，那是杀死了一个牙龈炎患者。哎，你就别提这牙龈炎患者。警察叔叔就来了啊啊，给这西门大侠就捆上了，捆上了，压着走。哦，往外走还喊了、啊：“孩子，一定要练剑了！”这别提这练剑了，弄走了，故意杀人啊，判了一个死刑，嗯、啊，按揭5年。哎。死刑还按揭5年，当时不枪毙，废话，那就叫凌迟，知道吗？叫什么？这缓刑5年，缓刑5年。对啊，老师走了，嗯、你父亲跟这儿眼泪都下来了，难受。为了纪念老师，给自己起了一个外号，他叫第一贱人。哎，嗨，实在不怎么样，这名字。我要学学这个，可怎么学呀？啊，老师都死缓去了。是啊，后来想了想，又练了一手能耐，还练什么？飞镖。哦，这暗器，镖是一种暗器啊，3寸长，这么大。哦，
小，三棱子尖儿，嗯，后边系着红绿绸子，这红绿绸子是固定，也是为了把握方向、把握平衡用的。哦，哎，三种指法是要搁在手心底这么拿着，嗯，啪，这是这叫阳手镖。哦，翻过腕子来，这叫阴手镖，这么打，哎，反着打，这回回手镖。哦，看过三侠剑都知道，是有一个圣婴圣子穿，有三支金镖压六林，甩头一子镇乾坤，一口金刀安天下，南西北六第一人，扬子将军报复八百里，康熙爷与亲戚四个大字，侠义可亲，有能耐。圣婴圣子穿，对，就练这个啊，你父子练这练得准，是练得准。到后来练藏镖，这暗器呢，藏镖藏在身上，哦，你还不知道藏哪？那当然，哪怕他们衣服全脱了，嗯。一丝不挂，光着，你不知这镖搁哪儿？你瞧这个厉害，他可是一伸手就有。那是，这镖插屁股里了，这是，是吧？我还知道什么呀？这个不用打中啊，不用打，不用啊，是蓝脸脖子唰一过，哦，当时就死过去。哎，对，熏的那是，这不是内残呢吗？这老练。厉害什么呀？老练的啊！武林中人都知道他这镖厉害。是啊，给他喝了一个号，他叫彪子。哎，他倒没打记者去呀，他叫彪子呢。不要瞎说，废话！我不承认那个人是记者，他不是记者。那哪有彪子？叫彪子啊！过去尊称孔子、孟子、彪子。没听说过。要大连就大连，哦，彪呼呼的。哎，好。这都骂我爸爸呢，合着练这镖看看真好啊，真好。但是后来啊，后来啊，出了点小状况。出什么事儿？因为他你剑虽然说没学全，也会一套啊，刀法更经纶，又有飞镖了，觉得自己要做一个武侠，成了。每天是一身夜行衣，嚯，这带着一大金链，链上挂一盘金牌，是上面写着自己的姓名地址啊，这叫行不更名，坐不改姓。家住北京宣武。北纬路甲一号，姓于，叫不群，外号贱人，小名彪子。哎，这得多大一牌子呀！这夜行衣显不出来，就看一牌子了吗？这可以防身当护心镜，嗨，用不着。就是因为这块牌子惹了祸了，出什么事儿了？走夜道碰见劫匪了，敌人来了，愣小伙子骑着摩托车劫道，好，摩托车，哎，停住了。跟你父亲打一对脸碰上了，你爸爸一瞧就知道了。哦，这是劫匪，是只看我这挂金链子，嗯，摘下来往草里边一扔。哦，劫匪下了车奔草地追起，你爸爸上了摩托车，嘿，好，这俩全是干这个的，可是劫匪抓这链子，眼泪都下来了啊！塑料，嗨，他碰上高人了，打电话啊。警察叔叔啊，我是一个劫匪哦，我碰到了劫匪。哎、警察纳闷，是啊，怎么劫匪还劫劫匪啊？听不懂，你们不是同行吗？对呀、啊，是，只有同行才是赤裸裸的仇恨。那、哎、个劫匪有道德问题，你少喝点这。要了命了啊！你爸爸不能回家了。是啊，牌上都写着，家庭地址都有啊。这人找去啊！啊，天天堵在家门口。哦，你爸爸不能回家了。是，骑着摩托车浪迹天涯，这累死了，非得。后来一想啊，就是因为自己啊，经师不到，学艺不高，能耐不行，还得找老师啊。对，真正的老师都是隐居在民间。是的，没有有能的人站街上喊我有能耐，没有那样。没错，嘴皮能问出金马驹来，问出来，真问出两位世外高人。是啊，隐居在北京大兴野兔繁殖基地。哎，这嗨，藏什么地方不好？藏兔子窝里头。两位高人啊，一位。是少林寺驻武当山办事处大神父王喇嘛，什么乱七八糟的，他倒艺不压身了，这玩意儿，这个真不好说，我告诉你，可不是不好说，一不留神就说错了啊。还有一位，这 是从印度回来的武术奇人，他叫小嘎里黄瓜。哎呀，你听着就那么可口啊！找吧，哦哦，来到这儿。摩托车撂下，是进屋一瞧，两位老师正在休息，休息睡觉呢。好，两位老师躺在床上，嗯，枕着胡萝卜，盖着白菜，抱着玉米，俩兔子精啊，这是
我说藏也说繁殖基地呢，什么话讲啊？不是哪有这儿来菜的呀？这不修辫子哦，别说这叫不修辫子，睡觉啊啊！你爸爸过来，医疗医生跪倒，哦，托人参见两位恩师，哦，俩人坐起来了，哦，这是朝见东西了，别捋耳朵了，俩老师哪有那么长耳朵啊？坐坐着啊，看你爸爸，哦，你谁呀？这一说我是谁谁谁，我叫于武群，我爸爸于东方不败，哎，我是贱人，我也是彪子，哎，还有点好词没有啊？我原来跟西门老师学艺，他给伤逼了，哎，所以说我这不是找您来了吗？想学艺，嗯，俩人瞧瞧，要学精神一虚下苦功夫，这话对，可不是一朝一夕的事，你能吃苦吗？嗯，老师，我能吃苦。好，老师一琢磨，嗯，你能吃苦，别忘了，这本身这手就不疼，那行了。非弄出兔子来不可，耳根痒痒。哎，行，哪儿有那么长啊？你能吃苦，好。武术里边需要口诀，好，我先教你一个口诀，你要能背下来，我就收你了。您说说吧。小白兔白又白，嗯，两只耳朵竖起来。你爸爸三天就背下来了，傻小子呀，这是。小白兔白又白，两只耳朵竖起来。哦，俩老师傻了。很吃惊，他们俩可是背了一个多月。哎呀，仨智障碰一块儿了，这人聪慧异常啊！哟呵，太好了，留下你了。哦，好，两位师傅在上。哎，怎么不能叫师傅？那年纪差不了太多。哦，咱们三个人一阶金兰，拜把兄弟，拜把兄弟。哦，一个头磕在地上，跟亲哥仨一样，干哥们儿。起来之后，算算谁大？算算老王最大。对，哪有老王啊？哎。少林寺住武当山，拜师住大神父王朗。哎呵，哎呀，把王字都藏起来了啊！老王最大。哦，哎，黄老二。啊，黄老二。小达叫黄老二，一个。你父亲唐三。哦，他最小。哎，给俩哥哥磕头。嗯，这俩过去搀。哎呀，三弟停蹄。哎，起来吧，三弟啊！打这起，我们俩是你亲哥哥。哦，你就是我们的亲兄弟。是，你就是我的亲三弟。可不是，仨人好的跟一家人是一样，多好，高兴。嗯，你别说，你父亲有一个做兄弟的样，是拿两位大哥可以说很孝敬的敬重啊，冲着进去扶着。哎呦，哎，给倒水。哦，吃饭是给递在手里边伺候。天天这两位参禅打坐，好，坐在蒲团上啊，坐啊，父女跟一块儿。嗯，这天黄老大这蒲团烂了，坐扔出去，这没事待呀。啊，你爸过来了，往地上一趴，来。坐我身上，这太好了。坐我身上合适吗？没错。嗯，哎，有事小弟不疲劳。好，您拿我当蒲团。好，往你爸爸身上一坐。嗯，王老大眼泪都下来了，难受。三弟肉蒲团真好。哎，您这还顺带做广告的呢，是怎么着？演过去了，我跟你啊，演过去像话。仨人好的跟一家人一样啊，天天教你爸爸练武术。哦，你爸爸学这门武术叫紧背低头颅，什么意思？这是一个大葫芦，好，里面装上各种暗器啊，用的时候抱在手里边，嗯，一拍葫芦，一念口诀，万箭齐发，嚯，威猛无比啊，厉害！天天早上你爸爸站院里抱着葫芦啊，叮当咚当当，葫芦娃，葫芦娃，抱葫芦就是葫芦娃，口诀。啊，这是口诀啊，这还差一个字。哎，那哥俩说你先练啊，这都会了，后边再有一个字儿，那一个字儿完事，啪一拍，哗，暗器就出来，留这么一手，还留一手。嗯，时光荏苒，岁月穿梭，这天到了八月十五，哦，王大哥的生日，还是兔子呀，这个八月十五，兔爷的生日，又是月饼节，中秋嘛，啊，三个人出去过生日吧，啊，开着大摩托，大开着。前面坐着少林寺住武当山拜师住大神父王朗，哎呀，还行。后边是印度高人小达就黄了，哎，仨人奔大兴城里要开个眼界，上大兴城开眼界，这仨土豹子，找一只饭馆啊吃饭啊，东来顺怎么样？羊肉，哎呀，不去，山西哦，狗不理，包子，哎呀，不去，不行，听这名儿不好听啊。便宜王，鸭子不吃，不吃，找一个符合咱们口味的，吃什么？哎呀，这个饭馆是新开的，叫兔子登鹰，还是兔子呀、啊？太吉利了，太吉利了啊！嗯，下车进来，往这一坐，点菜吧，点吧，俩凉菜，俩热菜，哦，俩凉菜，毛豆、黑豆，啊，俩热菜，炒洋白菜，炒一蒿子杆，哎，都是可口的。嗯，服务员说喝点什么呀？是，仨人一块说，有胡萝卜这吗？嗨、哎。
三瓣子嘴还漏风呢，你该坐等着上菜。王老大、王老二俩人商量，这待会儿这饭钱谁结啊？你爸爸站起来，我结。不，怎么？今天我过生日，应该是二兄弟结。什么这是啊？他过生日，别人结。老二说：“你说的这是痛话吗？”哎，这嗨，人话呀，你是人吗？这你过生日得你请客呀！那不行，那咱这样啊，老三不算，就咱俩打赌，是看看咱们俩今天谁能力大，比试比试，哎，比试比试，看谁武艺高强。哦，哎，谁要是武艺高强，谁不结账？好不好？这赌的，回头一看，地上有两桶水。哦，这个，来吧，咱把脑袋扎里边，这个吗？看谁憋气时间长，扎猛子，谁力行，人修行。好，三弟，再见了。这是十分钟啊，跑堂子过来了啊，这俩可淹死了，死了，这不是自杀吗？这不是谁接账？谁接账？你爸爸摸头就跑着快呀！哎，对，这练出来了，这什么练啊？上摩托车啊，摩托车跑，是往前走，嗯，往前走，大厅出去就是盘子庄，对呀、啊，出西瓜的地儿啊，两旁边都是摆西瓜摊儿，对，你爸这车也没刹住闸，奔、西瓜摊儿去晃。给人怼了，遍地西瓜都碎了啊！卖西瓜的不干了，是拎着刀过来，你要封你啊！这事不算完，把车留下。嚯，你爸真急啊！你土匪你啊！凭什么把车给你？就是废话啊！车是我的。嗨、在这儿又碰上了，没想到冤家路窄，这是那劫匪啊！你爸爸把这葫芦摘下来，打叮当咚当，这就别唱葫芦啊！哟、还差一个字不会。这俩老师傅，这俩哥哥死之前都没告诉我啊，这怎么办呢？正犹豫呢，人家过来拿着刀，咔嚓，这个整个刀把这葫芦切开了两半，切开之后瞟啊啊，你爸爸眼泪都下来了啊，整个的我不要了，留一半，背着这半拉瞟远走他乡，还走，没人就是自个儿哭 啊，还是能力不够啊，还学呀，遍求天下头名是访高友。练就了金刚不坏之躯，寒暑不侵之术。寒暑不侵，不管多热天儿，越热越不嫌热啊！练出自己不怕热，真好。哎呦，什么时候热哪儿热？重庆、武汉，好嘞，就奔那儿去。去，哎，浑身上下出一秋裤啊，绒衣绒裤，毛衣毛裤，棉衣棉裤啊，里边穿好了，外边穿小棉袄。哎呦，毛冲外，哦，大棉袍，毛冲外，啊，皮帽子，毛冲外。哎呦，皮口罩包冲外，大皮鞋包冲外啊，皮手套包冲外，嚯、皮眼镜包冲外啊，有皮眼镜吗？掏俩窟窿哦，就是为了练自己啊，他不怕热，哎，反正过了40度也不行啊，哎，太热了，找一台阶坐好了，哎，够。是怎么着？就是为了练能耐。是啊，要寒更了不得了。寒怎么着？上西伯利亚。哎呦，那是最冷的地儿。是啊，西伯利亚找一旮旯没人地儿啊，啊，旷野荒郊，脱一光眼子啊，这一丝不挂，光着，吃泼凉水，这手端着冰镇酸梅汤，哎呀，这手拿着扇子扇着自己，对，冲着风口，哎呦，风口站着啊，还得唱歌，唱什么呀？这就是二，可不二吗？这说也说不清楚。练吧，他就是二。练吧，这一晃练了5-6年，哎呀，一身的能耐，有能耐。江湖上都知道有一主了不起啊，哦，各种兵刃都会，背着大条，神出鬼没。哦，但是人家名儿树影儿，怎么着？木秀于林，风必摧之；地、高于岸，浪必摧之；啊，爷秀于世，孙必摧之。那、这孙子来了是头发，孙必摧之。武林中有人要跟你父亲来比试一下，打。来了这位太了不起了啊！侠山山，胆五岳，哦，恨天无霸，恨地无还，人前显贵，傲里多尊，武林之中第一英雄，谁？叫王小肉。哎，这嗨，这名字都对起这外号。我跟你说，找你爸爸来，两人约在昆仑山光明顶，头要在光明顶，两个人比试一下山尖的，别人谁敢去啊？你爸爸真来了，哦，来在了光明顶这儿，嗯，把这大条扣在脑袋上，嗯。仔细观瞧，是这儿立着两根菊花桩。哦，哎呀，不对不对，什么叫菊花桩？应该呢，梅花桩。哦，这对不起外行，对啊，梅花，两根梅花桩。是对过站着这王小肉啊，俩人打吧。嗯，王小肉瞧你父亲，这个戴鸭舌帽的这个是贱人吗？这是鸭舌帽吗？你爸爸别废话啊，有什么能耐冲我来打吧。王小肉掏出铁棒去来了，哦，10根铁棒呗，嗯，都这么大啊。一扔是
你爸爸练过藏镖啊？咱一转身一猫腰啊，谁没看你怎么回事？把这点铁棒子咔咔咔咔，就跟进了窍似的。这嗨，找不着了是吗？没了啊！爸一回头，咦？哎，行了，干嘛上瘾了是怎么着？把王小肉气的呀！啊，打起来吧，打吧！爸爸摘下瓢来，按先天八卦，乾坎艮震巽离坤兑休生伤度景子金该，是吧？这相来，俩人打起来，噼里啪啦，噼里啪啦，打的这个主啊，往这一跪，眼泪哗哗的。罢了，你是有能的人，我可怕了你了。是，武林中从此不敢有人跟您造次。这个瓢神出鬼没，我给您送个外号吧，叫什么呀？